你们都吃饭没有？叔叔阿姨给我解闷，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？今天又吃到那鸡肉包。不戴眼镜的话，我有点害羞啊，有点害羞，嗯，有点害羞。这个是小米辣啊，小米辣。我说我很能吃辣的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场吃一个给大家看吧。吃过了是吧？你所拨的电话已关机。好不好吃嘛？那就在吃是吧？想不想吃小米辣？想吃我现场爆一个给大家看。我们开始的话，等一下准备炒腊肉啊。这个是准备等一下拿来炒腊肉，已经放了一些进去了啊。看到没有？昨天我跟你们说过的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是不是变成新鲜了？看到没有？是不是看起来像刚刚采下来一样的了？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我坐哪里嘛？这个是瘦的，很香，泡起来就很香啊。来，帅哥姐妹，进来的把紫的渣渣点起来啊！谢谢。嗯，确实特别香。这个香菇的话是。泡一会儿水它就变成稀屑了啊、哦、稀屑了，要不要就像刚刚从树上采下来一样的，知道吧？这个就准备炒腊肉啊、哦、准备炒腊肉吃，对，特别香，泡了水就特别香，看到没有？很稀屑，特别的香，等一下吃给你们看啊、哦、现在在做这个羊肚卷对筋啊、哦、这个羊肚卷对筋好了之后呢，就开始做这个腊肉炒香菇，对，腊肉炒香菇。我漂亮还是她漂亮？肯定是我漂亮。看到没有？你看我今天的衣服，真的，我这么看着我都好想吃的样子啊、哦、好想吃，好看一点。这个一泡水它就变成新鲜的，看到没有？就算一个姐妹，你看着我都，你看没有水，怎么样？你看，这个要煮久一点。煮久一点，就煮趴一点才好吃嘛。哦。炖嘛，不是说炖鸡对鸡吗？你应该也饿了吧？我还好，刚吃了玉米，还好。刚吃了个玉米哦。对。那个奶奶可能也饿了，奶奶。烧红，对，烧红。火已经很大了，好吃。如果就那个店主的话，不怎么好吃。对，火已经算是大的了。火已经算是大的了啊！这边天马上要黑了，对，天马上黑了。天马上就黑了，对。这阿姨怎么了？阿姨，没事。你饿了是吧？嗯。还没有熟吗？嗯，你不要着急嘛。不要着急，慢慢来嘛啊。找不到我们是吧？是找不到我吗？是找不到谁啊？找不到我们是吧？怎么可能找不到？这不阿紫在这里吗？阿紫。阿姨，你看多了。阿姨跳个舞来看吧，阿姨。不会。啊？不会，奶奶在砍猪草。我会跳舞，懂你去那个帮奶奶砍一下嘛，好吧？奶奶砍一下猪草。去砍我，不会。你不会啊？嗯。你要拿那个凳子过来一下吧。你姐姐要这个煮鸡肉的吗？哎呀，真的是老师，帮我拿一下嘛，我做饭，你去煮，去，谢谢小王，去砍一下嘛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没有，帅哥姐妹，我在煮鸡肉。对，那有点黑，没事啊、哦，这样才好吃啊、哦。然后我们就这样才好吃。鸡肉之间，童话剧情上演，在某天再一次遇见。